络行销班，我就可以帮你产品直接上架去卖。我就有，我是三个网站的老板，所以这三个网站我可以做主，都出版一样，你老板就可以做主。所以你如果报网销班的话，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我可以把你现在或未来想卖的东西直接上网去卖。这三个网站都很有名，新思路蛮有名的，美安也蛮有名的，你可以查一下。Okay, 美安的网站就是我在负责。全台湾第二大的网络书局新思路就是我们啊王博士他的这个产业之一。OK， 所以说各位不管刚才以上这三个不同的课程，不管是网络行销。